又是游龙剑，他好像从头到尾都在用这套入门级剑法，莫非有什么玄机？游龙剑直来直往，缺少变化，缺少变化，难道说刚才多好的机会呀，林飞怎么连剑都拿不到？林飞不可能犯这种错，那个王林肯定有古怪。他上一场也很古怪。听我一句，别用剑气，走你！是为师没考虑周全，让你承受太多了。可我希望你记住，当年那头孽畜被你特殊的体质吸引来酿成惨剧，并不是你的错。你能活下来，本身就是个幸运的奇迹。命运剑诀太过诡异，必须速战速决。怪的真元，不能再让他继续下去了。真元反噬，抱歉了，但我也想赢。